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啊给大家探讨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。经常有人问我们，云飞啊，养狗挣钱吗？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，任何一个行业你只要好好做，都可以达到自己心目中那种效果。那如果说啊，为什么我就没有做到呢？是因为你的方法不对。咱们不是有句话是这么讲的吗？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，为什么你的口袋里没有你想要的？这句话直接剖析出了咱们在对待某些事情的一个看法。那说到养狗这个问题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养狗可以挣钱，但是赔钱的人也有很多。说说我自己的观点，今天为什么咱们这话题要来这儿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身边呢，像小薇、幸福、毛毛、土豆、平平、Melo、大胡，还有跟我一起玩的雪儿、珍珍，还有旁边那个身上有皮肤病正在治疗的哈士奇，他们都不是繁育的犬种了，他们都已经做了绝育了。当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估计很多同行要笑我了，可能会说你傻呀，你养这么多没用的狗干嘛？那说说我的看法啊，因为咱们养狗，它跟其他的传统的养殖业是不同的，跟那些养牛的、养羊的、养猪的，它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咱们这些小家伙们，它不是用来吃肉的，它是作为一个精神伴侣。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其实在很多的犬舍也好，狗场也好，很多的人呢，在面临着狗狗退役的问题以后，都非常纠结。纠结啥呢？一直养下去它就是一种消耗，吃东西要有人去管理，这些都是成本，也需要一定的场地。无论哪一个犬舍，哪一个狗场，你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，狗狗年纪大了，或者是不再做繁育之后，如何安置它们。这个时候就考验人性了啊，就是当你自己都吃不饱饭的时候，你还会照顾它们吗？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人性。我觉得大多数都很难做到这一点，包括我自己啊，因为我这一直在考虑那么一个问题呢，一定好好去经营，好好的去想办法开拓其他的业务去挣钱，然后我才能够照顾他们，要不然他们每天吃的东西很多的，一个消耗很多的。这也就是很多人他们最后呢无奈的一点，说喜欢狗吗？喜欢狗，但是为什么要抛弃他们呢？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了，这就是最难坚持的一点。所以那些问我啊，云飞啊，养狗挣不挣钱？我告诉你，挣钱，挣钱的前提是你能够好好对他们。如果你只奔着钱来的话，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，坚持不了多长时间，因为我周边这种例子太多了。有一些人给我信誓旦旦的说，哎呀，我就喜欢狗，将来如果干不下去的话，我就会一直养着他们。但是真正能够实现这个诺言的有几个呢？很少，真的很少。大家刚才看到了哈，我在对待小黄的时候非常严格。你可能会说，你怎么这么凶？因为有一些狗的性格它太强势，以后如果不进行打压，它就会觉得自己是老大，以后麻烦会更多。真的咬伤了，你看这种小狗啊，像那幸福这种小狗，在小黄面前连20秒钟都撑不过去，就被咬死了。你敢让它在一起吗？所以还得照顾着它们的安全，还要去适当的去引导它们的行为，是吧，幸福？当你想要步入这个行业的时候，你先看看我后面这一些狗，好多呢，都是需要你去照顾的。你不会从他们身上得到回报，但是呢，你还要照顾。如果你能考虑到这一点，将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如果你只奔着钱来的话，我劝你还是别做了。